我觉得别里科夫也不错的，曾经的作品大气经典，现在最新的一部竟然从女性视角出发，故事犀利，思想前卫，也算是与时俱进了。哼，他呀，一直装神秘，网上一张照片都没有。他前几年的作品还算凑合吧，但你看看这几年，就出过那一个单行本，还是为了迎合市场强行装嫩，根本不懂女生的心思，还硬要写。而且讲故事的变化风格也太大了吧？有道理，近几年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作品，估计啊江郎才尽了吧？就是啊，像他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过气画手呀，就不值得咱们讨论。你们几个站起来，干什么呀？出去。新鲜了，你一个服务员竟然把客人往外赶，我们交了钱的凭什么呀？我可以把钱退给你，或者为你刚才的言论道歉。我知道了，原来呀是别里科夫的脑残粉。道歉？你有完没完了啊？我看你是被他漫画里的神经人物给洗脑了吧？你们看看多可怕呀！这种垃圾画手。干什么呀？赶快报警，送医院。他最近手头上的案子比较多，可能忙不过来。好，有空帮客厅吧，我的安排好。怎么还不来啊？哎，这回又因为什么呀？几个人骂别里科夫，小杨就动手了。那他人呢？在里面做笔录呢。他没受伤吧？啊，没事。整个事件的经过呢，我们也了解的差不多了，监控录像我也都看过了，伤者的情况我也了解过了，也不算严重。这个事儿啊，你们都有责任。年轻人嘛，年轻气盛，多大点事儿啊，是吧？这样，你们互相道个歉，这次我们就算和解处理了。啊，当然，你们如果不想和解也行，那就得等什么时候伤者从医院出来，再把责任彻底归归清楚，再做处理。怎么样？你们什么意思？好了，我们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算我们倒霉。哎，这就对了吧。辛苦啊，警察同志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不客气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嗯，被打伤的是谁啊？你们店里的客人吗？那个人怎么还不来啊？我都等饿。应该快了吧？漫画书店老板那儿我已经联系过了，还好没有损坏什么贵重物品，不用赔偿。只是小杨，你可能没法在那继续工作了。嗨，不在那儿就不在那儿呗，上海的漫画书店有的是。我替你先试了一下，挺好使的，真的用水都擦不掉。我最近呢也在看别里科夫的漫画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漫画，虽然我确实不太看得懂，但是也觉得挺好看的，所以我支持你。哎，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啊，愿原力与你同在。傻不傻？你说的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东西。那你教我一下你们那个次元是怎么说的呗？以后的。
你头没事吧？没事，别担心。小杨，他们没有难为你吧？哎，这不就轮着你了。那个，是您救了我妹妹吧？太感谢了。啊，应该的。这几天小杨跟我住在一起，也没少照顾我。什么叫小杨跟你住在一起啊？他是我们店的住宿客人，我这两天不是住在店里吗？然后他住楼上，我住楼下，你别想歪了啊！对对对，您别误会，我们是邻居，是室友。啊，室友啊，那还真是承蒙您多照顾了，还麻烦您专门跑过来一趟。应该的，我就担心事情说不清楚，小杨吃了亏。我也是怕事情说不清楚，小杨吃了亏。聊什么了？聊这么久还不出来？哎，雪儿，你坐下，坐下。答应我，你要好好的跟他沟通个，千万不许炸，知道吗？嗯。深呼吸。哎，先吃点东西。折腾这么一天了，你不累啊？是不是？吃东西好长个儿。你看你姐姐给你炸猪排多香啊！啊，赶紧吃一点。谁要吃他做的东西？要要要！明明是人家帮我，他却疑神疑鬼的，我脸都丢尽了。我。我是想说，小杨，你肯定饿了，对吧？咱不生气，你吃点东西，边吃咱俩边聊，好不好？我跟你没有什么可聊的，像你这种恶霸无话可说。有话可说啊！我先给你倒杯水，你先吃猪排啊。郭小杨，咱俩讲道理好不好？你不说你成年人吗？咱俩讲道理啊！你仔细想想，你不觉得这个人奇怪吗？这么大的人了。从上到下的行头也不便宜，你说他怎么可能去住到你们这么一个什么漫画书店里边去呢？哎，我们漫画书店怎么了？不是住在那个地方的人要的就是一种感觉，非得一穷二白才行吗？是这样啊，你爸就是因为太小了，你还没有谈过恋爱，所以很多东西我跟别人都能说明白，我跟你我还说不出口。对对对，你说，你听我说啊，你说呀，你现在根本是没有办法了解一个大叔他脑子里边在想什么。我现在是没有办法理解你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。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，我有独立的人身自由，也有选择朋友的权利。你却一天到晚像看贼似的看着我。之前赶走了齐月，现在这么对杜佳木，那你这样下去以后谁愿意跟我做朋友啊？那你能不能交点正常的朋友呢？什么叫正常朋友啊？别吵！可能在你眼中，我这种不正常的人只能交到不正常的朋友。没事，我跟你讲，你就这么倔啊！有一天你受骗了，你就知道了。用不着你管。哦，气死我了！这孩子绝对是我小时候升级版。好了好了，雪儿不生气了啊！哦，不生气不生气啊！深呼吸，生气会长皱纹的，皱纹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皱纹。喝水。我不喝，我不喝。哦，我喝，我喝。二位请。如果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场地呢，之前的创意完全是可以沿用的。中间这一块就可以用来搭地台，这里搭拱门，然后两边既是合照区，也可以摆餐桌。真是麻烦您了，时间这么紧还能订到这么好的酒店，这地台。没有没有，应该的。我们可以拍一下照片发给父母看看吗？可以的，您拍吧，来。谢谢。感谢啊，这么忙还专门跑下来。客气，丁总交代，自然不敢怠慢。给力。哎，琪琪，你用的什么眼霜啊？啊，借你看。哇，都用上眼霜了，看来肯定是要去约会呀。嗯，算是吧。怎么叫算是啊？和谁啊？哎呀，小芳，和谁呢？就是一个秘密啦，明天见啊。哎，那还你啊，谢谢。哎，啊，周报交了吗？交了，表格也弄好了，方案也校对了。啊，那个明天就要考试了，今天还有空去约会啊？我都复习好了。
再说，我今天是跟刘科去吃饭。啊？不是，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吃饭呢？我们俩为什么不能吃饭啊？因为……你们要去哪儿吃饭？大哥，我们俩去哪儿吃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今儿正好没事儿，要不然咱仨一块儿吃吧。你没事吧？我跟刘科吃饭，刘科哎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再说，我在公司里每天看见你已经很烦了，我求求你，下了班之后饶了我，好不好？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一颗即将受伤的心，我尽力了。酒店这边准备了一些婚礼套餐的菜样，二位可以先试吃一下。这边请。如果您二位决定好了，我们就可以订一下婚礼的套餐。我还有点事儿，就不陪二位了。好的，你今天辛苦了。不辛苦，用餐愉快，明天联系。再见。戴小姐订的位置。两个人，好的，这边请，谢谢，走吧，坐吧，谢谢。我躲个什么去？我吓一跳。能聊一下吗？能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个是你的工作室吧？对啊。那苗苗的宴会应该是你们承办的吧？对啊。我想冒昧的问一下，客户的预算有多少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场宴会应该办得隆重一些，要多隆重有多隆重，超出预算的部分我来补。这事儿我应该听我的客户的吧，听不着你的吧？哎，我前女友尽点心意，当时送她个礼物吧。这个是我写的欠条，你看一看，有不妥的地方我可以再修正。哎呀，不至于这样，我知道你一定会还我的。一码归一码嘛，你快收下。就当我给自己定个目标，如果我能尽快的把钱还给你的话，那证明我混得也不错呀，也算是我自己激励自己吧。嗯，好，那我呢就先替你收着，等你工作上有懈怠的时候，我就用它来鞭策你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听段旭说你在做婚礼的安排。是啊。哎，我们办婚礼的时候你怎么不上心，现在怎么感兴趣了？市场前景挺好的嘛。服务员，帮我拿点玫瑰盐。我帮你吧，给我。谢谢。用的物料到了啊，刚到，我还在清理呢。这是咱们新的合作方啊，这个是刘科学长在做的 APP， 他想让咱们推广一下，新娘也同意了啊，所以我就客户同意就行。刘科自己做 APP 了。哦，他说在自己的行业不太好找到工作，所以就自己创业了。假公济私的事儿，下不为例。
我送你回去吧，你明天不还有考试呢吗？哦，我没事儿，我刚才吃的太饱了，我就想随便走一走。你有事儿吗？我没事儿啊。最近天凉了，多穿点，注意保暖啊。你这体质本来就弱，吹了风头又疼了。你说，如果我们没有分手的话，现在是不是蜜月都度完了？其实有的时候，我半夜醒过来，看见你不在旁边，还是会有点恍惚，分不清什么是梦境，什么是现实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会跟你分开。现在我过的每一天都是计划外的，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，怎么去面对，怎样才会重新爱上一个人。六科啊，如果没有我的家境，你只用面对简单的我，你会不会跟我分手？我又让你为难了是不是？对不起啊，你就当我没有说过。西西，我真的希望以前的我有能力让你幸福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啊，你等一下。你去干嘛？姜茶，去去寒，祝你明天考试顺利。走吧。谢谢。小姐您好，您的外卖。啊，谢谢。亲爱的，外卖到了。是吗？在写什么呢？工作，很快就完了。先吃吧。嗯。总之啊，现在看你们俩旧情还是有的，因为对方现在心里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。但你一定要耐住性子，等这个期望自己破灭了，然后就万事大吉。OK 了。我就知道他那个 app 做不长，好像不是事业上，管他是什么上的，他破灭就行呗。简洁，给你一个166的红包，谢谢老板。我吃这个。哎呀，吃什么呀？你不是吃过饭了吗？凑什么热闹？你怎么知道我吃过了？我看见了呀。我又不是文小阳那么会忽悠。哎，谁忽悠了？你问西西姐，我跟她说的，可是她跟刘珂和好的事。你跟刘珂和好了？啊，没有和好。哎呀，我们两个不是分手了吗？对她影响挺大的，她找不到工作了。我就想着这么多年感情，该帮还得帮，是不是？我就借了他一点点钱。多少？100万。哼，你这么有钱。果然。我说大西西，你爸是什么大人物？怎么跟你分了个手，然后找不到工作了？不是，归根究底不就是能力不行吗？你忘了人家当初跟你分手的时候是多么的无情啊！你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吧？你还笑、啊？也不能这么说呀。那谁都有一时糊涂犯错的时候，而且我们俩这么多年感情，旧情复燃有可能，对吧？你就别看温小阳了，他多不靠谱啊！
你不是喜欢那个什么爱情有德吗？你看看他今天有没有发什么新文章？他更新了吗？如果一个人熬过了所有，原本冷漠的前任却再回首，那我劝你送他一句。不过，这是你投稿的吧，温如雪？这说话语气分明就是针对西西姐吧？我要是能写得这么好，我自己写得了呗，我投什么稿呢？倒是，人家说的有道理。翟西西，你赶紧把钱给我要回来。哎呀，让人骗了这么多年的色已经够惨了，再折了钱，可真是给你的智商交了税。你等着吧。丁总，那个汤总那边，进来说。关门。什么情况？不是说好签约了吗？销售部呢？那又有什么动作？不是销售部的问题，哎，也算是销售部的问题，不过是成都销售部那边的问题。温森，是。汤总是温森的好朋友，听说他被外调去了成都，所以决定把活动直接外调给成都办了。客户这次做的活动产品线，的确更适合二三线的城市来落地宣传。既然他们已经做了最合适的选择，咱们也没必要硬抢。虽然西南地区的客房和场地定价比我们华东的地区要低，但莎莎那边也完全没有跟温森要抢的意思。连老客户的折扣都没争取，直接顺水推舟给让了，明显是跟温森里应外合的撬了咱们的业务。既然都同属在一个集团，就不存在什么撬不撬的问题。之前我也是看莎莎搞不定才出手的，总之拿下就好了。那业绩归属还不一样呢，温森被外调去了成都，估计就是想烧了三把火站稳脚跟。那也无可厚非。行了，这件事就这样吧，你去做个结案邮件发给我。哦。温森总，温森总，温森总回来了。老刘，你的伴手礼，来来来，大家按照自己喜欢挑啊，随便挑。谢谢温森。哎，喜欢什么拿什么。谢谢温森总。不要客气。他怎么回来了？温森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临时回来有事儿，明天就走。我不在，你这个代理总监做的可愉快。你讨厌，你还挤兑我。我和咱们部门的所有人都等着风风光光的把你给赢回去呢。那你的。谢啦。叶子，你的伴手礼。谢谢温森总啊。客气。你们总监现在忙吗？还好吧。啊，汤总的事儿都知道了。对。你还真去打算跟他解释啊？没必要吧。你忙你的，帮我通知一下，今天晚上请部门所有员工吃饭。请进。休假回来了？回来两天了。那我为你精心挑选的礼物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谢谢。
不是说要好好休假吗？我看你好像也没闲着呢。我真不好意思，我欠你单子。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，我还担心这个案子不够大，不足以还你为我外调的人情呢。哎，我们之前怎么说的？以前的事情就不要提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单子你还真得帮我个忙，销售方面我来，市场推广方面你来。这是你凭自己本事拿下的客户，你不用刻意捎上吗？你是真误会了。你看啊，成都那边呢刚刚开张，市场部根本就没有搭建完成，他们没有能力出一个和你这边媲美的方案出来，所以汤总的意思呢是继续沿用你出的方案，直接拿到成都落地执行。刚好这不体现了你和你小伙伴也没有算是白忙活吗？汤总就在上海，你看要不要咱们去找他，把具体的方案把它落实下来。你有时间陪我去吗？帮我个忙嘛。都说你周全，我以前倒是没觉得，这次回来我才明白，明明是一个抢业绩的事，却被你说的好像如果我不答应那就是我小气了。别，没有没有。好，咱们就来合作，业绩一人一半。一人一半没问题。你打算定我定到什么时候啊？谁定你了？我在这儿坐会儿不行啊？你从早上起来除了上厕所连吃饭都在这儿，不是定我是干嘛？你好端端的干嘛怕我定啊？老跟你解释。哎，你与其天天在家无所事事的，不如去参加一个培训班怎么样？什么培训班？英语、厨师还是汽修呀？漫画。哎，挺快啊你。还可以。哎，对了，成都那边你会去吗？叶子会来负责具体的事情，我看情况吧。哎，你看，多郎才女貌的一对，怎么就分手了呢？你说是吧？刘胜，李总，需要我帮您叫车吗？哦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叫好了，谢谢。哎。记得明天晚上和罗玉会啊。你干啥了？不干啥。你小子胆儿挺肥呀。真的不用我帮你什么？真的不用。我要是连那点都准备不明白的话，还有什么资格去上学？那放心，申请资料里呢还有一幅作品要画，我绝对没空出门。OK， 您慢走。核对一下嘉宾人数，还有跟烟火老师确认一下时间。好。姐，我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你看还有什么要调整的地方？没有，我觉得特别好。今天你说了算，完全不用管我，我是来看热闹的。好，去忙你的吧。
注意表情啊。你说你受不了就别来了，真是死命活活受不了。我这儿好戏要开场了，什么事儿你快说。我这赶稿呢，来不及出去，你帮我买点画画的东西呗。那没问题啊，你把地址啊要的东西发给我好吗？啊，我一会儿发你一个定位，那个我要的东西只有那儿有。OK， 没问题。小杨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你别紧张嘛，我不是来应聘的，我找人的。楼上就我那位客人还在吧？他要走了。啊，这么狗血吗？他有没有说他要去哪儿啊？你有没有他联系方式？你急什么呀？我只是说他要走了，我没有说他已经走了。你这性子怎么还这么急呀？那你自己去问他。你的伤好点了吗？没事儿，小伤我没那么娇气。啊，那你这是要走吗？离开上海啊？我不走，我还要在上海住一段时间，我就是换个地方住。啊，再见，老板。你是不是要租房子？我帮你找吧。他们有那个什么品牌公寓。不用了，他们已经帮我租了。这套公寓蛮方便的。还有专属的客服的。哦，那我过去帮你打扫打扫吧。你新租的房子肯定要收拾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头也不方便，还是为我受的伤，我得仗一点，不能不管你。走。这，要让你姐姐知道了，这不又说不清楚了。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呀？我交我自己的朋友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还是说你觉得我很麻烦？不想跟我做朋友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走吧，我帮你。来。妈，干嘛？你还害羞啊？干嘛这么糟蹋自己？什么叫糟蹋自己？你没有感受到我发自内心的快乐吗？ Come on for friendship, give me a kiss. 你到现在还在用你的标准来衡量我呀？这些年还没找到受得了你的人吧？以前亲过那么多次，不差这一嘴。这个怎么有一样呢？我好需要他的。我的男人不能让别人欺负。不过你很酷 ，enjoy。谁让你多管闲事的？我在帮你。我告诉他说什么没有人需要你，你也挺难受的呀。也就你这么笨，还跑来参加前女友搬来气你的宴会。那又怎么了？那你就可以不经过允许，然后就……你也太随便了吧！哇，这真新鲜了。我在替你解围，你是觉得我要占你便宜吗？哦，你不想占我便宜吗？你不想占我便宜，假装住我们家楼下，主动送货上门。好了好了，百相门啊，你差不多得了，真是受不了你。人小姐姐是为你好才帮你解围的嘛。小姐姐，你误会了，她呀，就是个钢筋大直男，纯粹拿我当挡箭牌的。上次啊，我帮她骗你啊，我都够愧疚的了。这次我再不告诉你真相，我整个人都要爆炸了。百相门，你太欺负人了。不喜欢你就直接说你不喜欢，用这种方式来挤得我吗？死的！
老白。请进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网上订的房子还挺有格调的嘛。房主是个设计师，刚出国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来表达你对我的救命之恩。感谢你。你别笑。这个虽然现在看起来不起眼儿，但是你一定要好好保存着，没准哪天我就成了特别有名的漫画家。我一定好好收藏，等着你成为大漫画家。嗯。我找到了这个抹布和扫帚，我帮你把房间打扫一下。来，我们一起打扫。不不不不，你坐好，你坐着吧。哎，你是客人，怎么着？你受伤了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快坐。我可会干活了，真的。坐吧。好，好。来一点。你姐姐要是知道你来我这儿，一定会担心的。她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她那么关心你，像我这样一个大叔跟你这样一个小姑娘在一起，她一定会觉得我居心叵测。你会吗？等你再大几岁啊，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我不小了，我都上大学了。其实你不用理我姐，她呢上当受骗多了，神经过敏。我还第一次听说有人这么讲自己的亲姐姐。哎，你说你找到工作了，你到底找什么工作呀？一份很普通的工作，先对付干吧。这个我就得说你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普通的工作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只要你努力，一定会成功的。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，加油！加油！嗯，加油！小杨，你电话。好。你别出声啊，警察来了。喂，姐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半天不接电话。我刚上厕所去了，没拿手机。你到文君店了？什么东西非得跑到这么远的地儿来买？你自己跟老板说啊。不好意思，进来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老板你好，你那儿有没有 G 笔尖和网点贴？孙小杨，你到底买的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啊？非把我吃那么远的地方去买？孙小杨，孙小杨，你干嘛呢？这儿呢，干嘛去了？买零食呀，全都是你爱吃。嗯，啊，你谢谢姐，辛苦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他们的。别跟我耍花招，老老实实画画，听见吗？嗯。辛苦了，啊，姐。哎呀，我的妈，太谢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都让你给我说晕了。到底是第一个方案有这个功能，还是第二个？第一个。哎，不过这么说是有点晕啊。一会儿你有时间吗？要不然直接来我家呗，咱俩当面聊，顺便还能一起吃个饭。哎，对了，那你那个小女朋友在吗？你别瞎说，什么小女朋友？她没说要来啊。哦，那就行。行吧，一会儿见。好嘞。
么样，戴大小姐，考砸了吗？呸！看不起谁呢？考题全在我的射程范围内，绝对一次过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别看了，吃饭了。好，马上。谁啊？来了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在京东的七鲜超市给你买了好多吃的，还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火锅。你慢点，西西。西西，西西，西西，你听我说，西西，你听我说。六哥，你们现在在一起对吗？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绝对没有干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。你喜欢他吗？你是因为喜欢他，所以才跟我分手的，对吗？咱们之间的问题跟他没有关系。真心爱着剩下。